hey, 大家好，我是 Win 向 West。 我们今天在一个露营场地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拍婚礼，然后它是一个户外证婚，我们今天是美式婚礼，我们今天特别拍了幕后花絮来给大家看，看一场婚礼是如何呈现的。那我们就走吧。这是今天的场地，还蛮漂亮的。我们今天有快剪快播，等一下会有 first look， 所以我们第一场戏就是 first look。那现在12点到2点是准备的时间，对，你就多少拍一下，然后里面布灯一下，拍一点准备的状况这样子。啊，你跳啊！这里面需要跳。应该听得到我们在讲什么？应该听得到。太写实了。还是从这边打，就可以回动。通常是这样子，因为我是这场婚礼的主摄。然后负责的精微要比较特殊一点，我们所谓的创意摄影师啦，就是角度构图，然后我拍的东西要比较不一样。如果是拍出来都是我们大家看到这样的视角，其实会不好看。所以我有时候我不会一直拍，我在早上就是准备的这个阶段，我会一直看，然后等一下要怎么拍，有什么图，有什么构图可以比较好看一点。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。你看，天气有点阴，应该是不会啦。等一下你有空的时候，我们到外面拍一下着装。好，好。你们的狗绳呢？好，咔咔咔咔，我们再一次，我们把领子先放下来。然后我们走到定位的时候，我们转身就定位，我们再开始别，好吧？好了吗？你们两个都去。好。OK， 三、二、一 ，Go。扣完之后，你可以插个口袋，然后看一下那棵树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再帮我转过去一点。哎，对对对对 ，OK， 帅，再一次就好了，保险再一次就好了。帅帅帅，有帅到。好了，准备哦，三、二、一，插口袋，看镜头，笑帅。现在是1:32，我们来这边已经一个半小时了，现在应该只有4个画面吧。帮我看一下新娘在哪边。然后这个也要过去，然后我来打个灯。等一下，我们在这里拜别啊，这边拜别。然后虽然是户外，不过打个一盏灯，把人补一点点光，不然会太写实。那爸爸妈妈应该会讲话，对不对？有可能，无法避免。你是说对他讲话吗？对啊。拜别的时候吧。他不会。他应该不会在这时候对他讲话。好。好，等一下。我的眼镜。要那墨镜吗？好，我戴墨镜啊，因为现在太阳太大。好。那个，我们这样子会影响你吗？会不会太会不会太多人？没有，那个谁？我跟你说。真的真的挡到，跟我们说没关系。好好 ，OK OK。先不应该换位置。希望。
是 first look， 他是就是新郎原则上是没有看过新娘穿婚纱，所以是第一眼看到他穿婚纱，其实就是会有蛮多感触啦。然后我们刚刚玩了一些梗，就是是新郎的爸爸，然后披着婚头纱，然后去找新郎，蛮好玩的。OK， 准备开始。摄影师好了吗？好了哈，好喽，走吧。你是在正面，然后你拍广的，我看到最广的。广的，对，因为就35段了、啊，然后阿瓜是70-200，嗯，趁彩排的时候飞一下空拍吧。那一点，那一点，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Alan， 你就是继续看着花，你不要动。我会说 Tina 看老公，然后你不要动。OK， 好，先看，对，先看彼此的肚子，对，好，来准备哦，3、2、1 ，Tina 看老公 ，OK， 互看 ，OK， 亲一下 ，OK， 很好哦，再一次就好，再一次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好，先看彼此的肚子。3、2、1，互看。OK， kiss 一下。OK， 超棒的。OK， 好。2、1，互看。OK， kiss。OK， 很好哦。来，准备，先看着花。OK， 3、2、1，微笑。OK， 很好，好。现在3:13，我要录档案了，先剪一点东西。没有，我没有要拍。我今天的可爱小小丘比特，他们分别是 Tina 的侄子博宇，还有 Alan 的侄女。今日最强镜头祝福，当然也入了大家的祝福。五方入口处，我们要来欢迎今天最美丽、最美丽的新娘子杨玉。现在是5:12，然后证婚结束，然后我刚刚陆陆续续有
有空空档时间有在剪接，那就录档。然后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我的比较长的剪接时间了，所以我就交给其他摄影师拍，我就专心的剪接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三分钟之后婚礼就要来正式展开了。谢谢他今天担任这个小小花童，同时也有很多是亲朋好友们都在场外来祝贺我们的主婚人，再次恭喜。他今天有没有后援会在呢？OK， 巨星般的出场，回去。在所有朋友非常非常用力充满爱的祝福跟祝贺底下，两个人呢走到了彼此。现在呢，现在你们可以听到法木屋，法木屋的头像来游泳。下雨了，刷赛。我还有分镜还没完呢。就是待会的戏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坐在这边啊，上面也在滴雨，外面下，这里也下。每个人都拿一支，对对对，只要是年轻人都要拿一支哦。哈哈，年轻人都拿，因为更年轻要拿两支。全是。哇，那那你不要说你是队长，那你讲哪一点？队长，少看。好吧。器材全是。你看这个人。好冷啊。你在冷什么，云轩？会冷，会冷吗？卷博，会冷吗？会冷啊，都要湿掉了。